金秋赏月必吃蟹，怎样吃帝王蟹才是最佳的境界，还充满仪式感的喜悦。先把蟹腿全部卸，后盖剪开壳分裂，蟹鳃去掉切准确，开水滚烫十秒钟，开壳取肉轻轻松，蟹肉全部装盘中，起锅热油爆虾头，擀面杖碾出虾油，倒入蟹壳汤熬至浓稠，这碗海鲜汤相当一流。来几个鸡蛋疯狂搅拌搅拌，倒入海鲜汤继续搅拌，少许花雕陈酿，过筛更丝滑相伴，保鲜膜盖上，水开蒸锅放，小火蒸出芙蓉蛋，蟹肉棒精致摆放，少许蛋液淋上，回炉重造浪漫，仙气飘飘加璀璨，色香味俱芙蓉上，一口蟹肉嫩滑蛋，重要节日安排上，关注我在家吃遍全球。